好先，唔該。感受当然开心了，因为我们三年前已经说如果做派档，对啊，做派档都合作了很多遍，然后我们每一次也有不同的火花，然后都希望可以每一次也尝试一点新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目标都是演好戏，所以这一次可以一词提名做这一届的派档，我觉得很开心哦。对，对个人的话呢，就是事后啊，是第二心情怎么样？我就没什么特别的心情，我就想拿派档多一点了。因为都有点意义吗？对对，有点意义。我而且世纪呢，我觉得没可能的，所以就不用想太多了啊。这有可能就是派档啊。还有最喜欢男角色？哦，对，我觉得你可以啊，因为高斌也是你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角色，我觉得你也演得非常的出色。啊哈。但是我想拿最该拍的。还有其实昨天我就是看到一个遗憾，就是他跟大小姐没有提名，这个是一个遗憾来的，因为他们俩也是我的好朋友，我觉得大小姐还有高斌是一个非常好的拍档，所以他们没有提名，我昨天看的时候是有一点惊讶的，所以这个是遗憾吧。是很多人有看好你，就是有机会拿视后，你自己觉得？那我也看好你啊，其实。对啊。谢谢，这句话已经是我的很好的礼物。新单礼物。对，谢谢。送给你。很便宜啊。对对，一句话就行了。对啊。当然很感谢大家的很多的鼓励啊，或者是对我说的肯定啊。这个是很大意义的，就是坚姐对我来说也是在我蔡世杯的生命上也是一个影响很深的一个角色，真的，对，所以如果这个角色在三年前可以拿到最喜爱女角色之后，今年就是进步了，去最喜欢的女主角，我觉得当然是很荣幸，还有what more can I ask for? 就是 for this character, right? 就是一个很好的大结局了。